在我们法会当中啊，在法会当中就是我们佛的时代了哈啊，我们佛带着阿罗汉弟子啊，到这个普陀洛迦山，这个僧娘叉叉的啊，啊，哦，奇怪，所以在那个电法会当中，我们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就跟我们佛讲，也跟大众讲了哈，说如果说啊，师把它念一下，世尊，若诸人天呐，这人道天道，人天众生啊，诵持大悲咒的话，叫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啊，皆来受所，欲生何等佛土啊，学愿皆得往生。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念大悲咒，还有楞严咒了哈。都可以往生十方净土，看到哪一个净土都可以去的，真的殊胜呐，啊，不可思议。接下来就是要跟我们佛讲说，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成。如果说念大悲咒，然后会堕入三恶道的话，啊，往生之后啊，会堕入地狱恶鬼畜生的话。然后观世音菩萨讲，啊，不成正觉啦。但是我们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了嘛，哈，已经成佛了，所以代表念大悲咒是不会堕入三恶道啦。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成正觉的。这是以前，当然是我们观世音菩萨还没有成佛以前啦，哈，所发的愿啦。是诸佛国就是念大悲咒可以往生十方净土。看你要到哪个净土都可以去啊！如果不能满你的愿，那我就不成佛。诵持大悲神咒，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也就念大悲咒，能够成就啊无量的这种的三昧定智慧辩才无碍。这个是我们大悲咒的一个功德力，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悲愿呐，有一个护念的护持啦，让你能够开智慧。能够成就啊，这个无量的百千三昧定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了嘛，所以这个都能够好好如法去修，就能够成就。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就说你现在你这辈子你要求什么的话，若不果遂则，若没办法来圆满你的愿望，若不成就的话，啊。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就不啊啊，不能称为是啊大悲心的陀罗尼。既然是大悲心嘛，所以啊，大悲啦，就是让众生啊都能够免离这个苦难，去救度众生。佛菩萨都大慈大悲啦，所以这个咒就是大悲心咒，大悲心陀罗尼，所以能够圆满众生的愿望。但是有个条件，微除不善，除不自成。如果你这不是诚意的。没有真诚的，啊，或者是动机不善的、不正确的，这个是所谓的善，你要那个善愿、那个善心呐、啊。你如果说用不善心、动机不正确，然后念大悲咒想要去伤害众生的，或达到某种不利的这种的啊，这个图到什么利益，你的动机是不正确的，然后也没有对这个经咒、对观世音菩萨也没有真诚的心。不真诚就是虚妄、虚伪，做表面工作，嘴巴讲的，啊，外面做的好像是这样，但是内心想的又是另外一套。这个是一般我们叫做真诚，真诚，要真实、要诚恳、要诚心、要诚信的意思的。是除了这个之外，你如果说你不善心的、不至诚的，那没有用，就不能圆满你的愿望。所以我们在。修这个大悲法，修这个大悲法门呢，是我们要如法，这很重要啦。修任何法门都有它的条件啦，所以不是说念念就好啦，就是要如法去念，把它念好。若诸女人厌见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咒啊，哦，若不转女身成为男子身者，我是不成正觉。你说你现在如果当女孩子有没有？你还认为我不想当女生，我下辈子想当男生，或想要往生净土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满等的愿望。你如果说想要当女生，那你继续当你的女生嘛。啊，你如果说不想当女生，我要当男生，
借单身生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啊，对不对？现在男孩子那有什么好？现在火热恋只要生男生女的，不要生男的，啊。但是至少啦，就是或许吧，或许在某些社会啊，女孩子啊，在某些社会里面啊，啊，不像我们这比较先进的国家，一般女众是比较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你看我们中国没有哈，中国华人传统也到了，也大概差不多五十年、60年前，这个女众的地位才慢慢提高的，受重视嘛。要不然以前华人的传统，好像很多地方，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重男轻女的。而且还是这个有时候有五脏，女中有五脏啦，84态、5量态啦，所以有时候总是如果来这么轮回啊，当然都不是很好啦，简单讲是这样啦，也不能说男的好女的好，或男的啊这不是不好，最主要是心的问题，你的心如果不好，你当什么都不好，对不对？你当男的也不好，当女的也不好，是不是？这个太多了，社会上看太多了。那我们这边有当父母亲的，你也知道吗？你生个儿女，如果说来讨债鬼，生个讨债鬼，你要吗？当然不要啊，不要生，又怕怕的，以后老了不知道怎么办。要生也怕怕的，来讨债鬼的，那不如不要，对不对？钱多存一点，然后交给那个疗养院，他就找特别护士帮你照顾得好好的。啊，帮你当土地公一样啊，每天这样啊，三支香拜拜这样，何必找一个讨债鬼钱来、啊？又很生气，然后钱给你挖光光。哎呀，那好，其实最好是不要了啊。啊，女生啊，女生是大概女生的都一样了、啊、我们这算是比较平等心的、啊，男众女众啊。坦白讲，所以有一句话，古来有一句话，就所谓的，如果说啊，业障不生啊，不生娑婆啦、啊。你如果没有。啊，业障如果不深的，如果不是很深的，不是业障如果不重的话，没有很重的话，你不会在这个娑婆世界，不会在这个世界，这个是宇宙当中啊最差的地方哎，堪忍的世界，娑婆世界啊，这在十方世界都很多，我们这边的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啊，尤其是五浊恶世，十方啊也是很多，也可以说最差最差的内心啊，根本烦恼最不善心。啊，造恶业最多的、最没有情义的、最残忍的，就是娑婆世界啊，有众生。那娑婆世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尤其是我们欲界的众生，那更严重，最难度就是我们欲界的众生，我们就是欲界。那我们欲界，我们还不是上界，我们是下界。什么叫下界？上界不是四道天王天嘛，对不对？开始算啦、啊，啊，这个倒立天、夜魔天、堕帅天、他化天，啊，他化自在天还有化乐天。那我们他叫上界，我们这边是地球，是下界，欲界的下界最更惨，大家都不觉的呀，不觉的你知不？不是不住的啦，都不觉的，啊，很困难，业障深重啊，然后啊，没有办法，我执我见又很深，五浊恶世很难去，很难度啊，我们自己都很难度自己的啦，何况度别人？你想想你好不好度？你度你自己好不好度？啊、明明我就不要生气，我没动没掉，我得爱生气啊！啊，不被干咩哦？啊，搁一个面头，搁一个刮半天，搁塞面头看，对吧？哎呀，无法度啦，这束缚嘛，我们那些无明啊，这无明鬼就把抓住我们，束缚住你，不得不依照你内心这个心魔的意思去做事。凡夫心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你嘛不是讲要做歹，嘛不是讲要生气呢，嘛不是讲要傲慢的。你不这样想，但是很奇怪，那个种子就会跑出来。这个就是所谓过去生当中没有好的修行，没有好的下功夫啊。因此那个习惯性那个习性太重了，很难断。你包括你今天证阿罗汉哦，出离三界的圣者哦，不用再轮回这种阿罗汉啊，他还有习性呢，傲慢的习性呢，你要知道啊，都还有生气有生气的习性呢。你看这习性太严重，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有在哪某一方面啊，你特别执着，就是你执着那种习性啊，你特别执着了你的习性，或者哎啊这个财色名食睡等等红尘的五欲六尘，你看在哪一方面，外面的或内心的这种的个性啊或者嗜好啊，哪一种你特别执着放不下的，那你要特别注意。哦，财色名食睡、权力、情感等等。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就是你轮回的根本，烦恼痛苦的根源、啊、
所以要先斩断这个，慢慢把它净化掉，否则你就被这个内心的鬼啊，把你控制。外面的鬼啊，也要妨害你啊，外面有很多鬼啊，啊，人也是有时候也是鬼啊，对不对？我叫叫鬼，啉酒酒鬼，对不对？好色的色鬼，那做的鬼，啊，各种无肉体的阿飘，那嘛是很多。那我们内心这个鬼啊，最厉害，真的。他我叫你往东，你去往东；叫你往西，你就往西。很困难去转它了，这个就是习性太重了。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抽烟啊、喝酒的，他也想要断，也知道这个不好，断不掉。那明知道这二手烟也不好，对自己不好，会得肺癌啊、会病啊，也给别人抽二手烟，他也不要啊，哎，很恨自己啊，但是真没办法戒。为什么？因为这个魂贵啊，魂贵做大戒癌，你抓不住他，他变化莫测。你打这边，他跳这边；你打那边，他隐藏起来。酒鬼嘛是赶快呐，很难捉摸，就习性呐。所以我们不好的习性，我们要把它铲除，慢慢铲除。否则啊，你如果说没有往生净土，你还在轮回当中啊，那注定你也是烦恼啊，烦恼痛苦的烦恼啊，没有办法。这个境界一来，这个种子跑出来，你就是会做某些事情的啊。这个就讲到没男众女众了啊。都一样啦，啊，这个因当然女众啊，因为生理的关系啦，生理的关系也是比较麻烦一点啦，所以就看了哈，你想当女生，你就继续当女生啦，啊，你不想当男生啊，你想当男生，你就当男生嘛，反正大悲做事满众生愿嘛，众生欢喜佛就欢喜呀，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对众生啊，不管对父母亲、子女、对亲戚朋友，你只要一种观念，什么观念？就是慈悲观。你只要让他高兴，哦，好的方面啊，让他高兴欢喜。这个佛讲的哦，你让众生欢喜，或者让众生离苦得乐，或者让众生得到善的一面，这个叫做随顺供养十方一切佛。这个就是供养佛，因为让他能得到快乐，让他远离痛苦，远离业障、病苦等等，远离一切不善，他得到快乐，达到解脱。他高兴啊，佛就是要让众生高兴欢乐，没有业障病苦，大家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众生欢喜佛就欢喜，因为你让众生欢喜，所以叫做随顺供养佛，这个也是供养佛，这也是种供养啊，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对众生的慈悲心，然后让你离离苦得乐，以这个来供养佛，这个就是所谓的法供养最殊胜，而不是拿来这样什么什么这个杨桃，我特别大，你看看，哇，栽培这杨桃奇怪，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这一定会赚大钱。因为拜拜哈、哦，拜拜，不管是宗教，他就想买这个很大的，莲雾也大，这个木瓜什么都大。听说黄副总啊，跟那个早上啊卖水果的讲，你准备最好的，最好的，所以早上都是很早就来包这个、啊，虽然包起来不是说包得、啊、这个很完美了哈、哦，但是至少啊看起来很好看啊，那么大颗。请问拜到最后，等一下我们完毕之后谁吃掉？不是我们里面办公人员吃光光，要把这带回去吃啊！哦，啊，反正大家这边这个也中午也没有弄下来吃嘛，不行嘛。所以我们参与的这边我们都没有吃到，都是他们吃掉，佛也没有吃啊，都没有啊，谁吃？但最主要是那份恭敬心呐、啊，就是恭敬心啊，我是恭敬心啊，来供养佛。哦，这个是很好的啊、哦，是功德无德啊，无福德是无量的。但最主要，真正的供养就是法供养，对众生的慈悲，让众生能够啊、正道，能够离苦得乐，能够得到一切的善，以这个慈悲心利益众生来供养佛，这个就是法供养。比你买这个莲雾啊，这个啊，有得还大粒哦，无大粒啦，是安尼啊，大粒。哦，如果那么大的话，那还得了？有没有养草这么大的？以后可能会的，变种的，会可能会变这么大，变西瓜去啊，变的啊，变糖龟去啊嘞，很难讲啊、哦。现在我们乡下那个养草就小小，怎么这样变这么大起来？啊，这个哈、哦，这个他做这个出来，如果说他量很少的话，这是不是要赚大钱的？因为大家拜佛嘛，啊，公众教就是要买这种很大很大这种的 啊，所以啊，我们这是用恭敬心呐、啊。说我们有时候佛跟我们讲，我们要懂得怎么修福报。佛讲了，说我们众生哦，我们佛教徒就是什么啦？就有戒，有戒啦，但是没有慧，
是缺乏的意思了。这大家没有问题，还可以的，是没有智慧，缺乏智慧，听经也不听，功课也少做哦。然后听人家讲的错误的，他也以为是真的，以邪为正。而且你去看书，还没看就说我看不懂啊，还没看就说我看不懂啊，因为在读书嘛。那有的人在读书没兴趣啊，而且字不认识我，我不认识字，是这样。还没有看就说看不懂啊，要听经都要听那个很简单的啊，笑嘻嘻的啊，那种的。你干脆在外面买那个笑话连篇的，有没有？鬼话连篇买来看的，笑到牙齿都掉了。但是问题那个不会开智慧啊，要深入空性般若经，要这样。因此，我们佛教徒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啊，其实福报是很大。但是有个问题，各位应该知道，我们30年前佛教开始兴盛嘛，20多年了，将近30年前了哈。就从我们慧律法师啦，还有这个。他们这一辈的啦，还有如本法师啦，地清法师，他们这一辈的起来之后啊，就开始佛法开始兴盛了，已经兴盛到差不多将近10多年前就慢慢没有了，达到一个比较好像股票一样啊，飙到某个时候它停了，停了嘛，还有一点降下来，盘整了，再降下来一点，降下来，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现在的佛弟子变成麻痹。好像听很多呢，那请问你听很多，你听得懂吗？你懂几分？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你没有悟透。听很多又怎么样？你都懂了吗？都悟透了吗？你若悟透，你就跳得过啦，跳得过人生许多的关卡，跳得过你内心的这个门槛啦，跳得出你内心的苦啊、不满啊、放不下，对不对？你这个你就可以，你可以跳得过啊，因为你悟得透了嘛。但是你有吗？各位想想看，你有吗？或你看看其他的佛教徒有吗？听经听多少，功课做多少，他悟透了吗？他跳得过了吗？日子不难过吗？佛教徒还不是很多，还不是经常在那边烦恼，对吧？嘛就该艰苦嘛，对吧？没有悟透，第一没有悟透，第二没有好的就是亲近善知识，那怎么下手去修？然后能转变他的命运，很多人不知道。别人说好像很久好啊，佛教已经信了一段时间之后，听了五天啊，听经在谈经在做菜米啊，嘎嘎的啊呢，其实没有深入，没有悟透，没有悟通，然后有时候甚至自己盲修瞎练也不知道，甚至更厉害，更高我慢，以为自己很厉害了，在佛门当中10年、20年、30年，以为很厉害，那是更惨了。落入八难的四字变冲，那是更惨。就变成麻痹，你跟他讲啊，我听过了，你懂多少？第一，第二，你这边你下功夫了没有？你如法去修了没有？若有，那请问你现在过得好不好？观念正不正确？你苦不苦？你有办法讲话讲一套佛法给人家听吗？现在如果说有人躺在那边，砰躺下去，一战病苦的来了，你有办法处理吗？你敢无法多有功夫无？安怎学过来已经足久啊，对无？你有功夫无？问你，你有功夫无？来个轰！本来个道理啊，抓者，什么代志？你有法多无啦？这就是功夫啊，对无？你不要到最后睡个几十年，麻痹的，好像什么都懂，但是又好像都不懂。要你拿出来的时候哈，书到用时方恨少，看这也看无，那也看无，对无？功夫啊，大悲咒这样练，平常还可以练出来。遇到状况的时候，大悲咒啊，练不出来，前面练到后面去，后面接到前面，那不是很好笑吗？所以我们呢，不要说因为佛法已经台湾一段兴盛一段时间，现在都已经走上电视了嘛，对，网页去了嘛，都到 internet 去了嘛，所以啊，我们不能说因为时间久了就麻痹，就没有把这个心啊，好好的放在修行当中。各位要知道。当初大家来亲近佛法的时候也是很欢喜，你各位想想看是不是也是很欢喜，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在走这条菩提路啊？你想想看，你现在在走菩提路、觉悟的路、往生净土的路，那你是做了多少？你有把握吗？还是你根本就有走跟他没走啊？你在走那个轮回路，你想想看，人生的苦啊，我们这边年纪都不是很小了，人生你也看太多了，自己可能也有一些苦，你想想看，
回想到20年前、10多年前，甚至30年前啊，你想想看，你若抱着那个出发心，好，继续用功哦，始终如一，一直拼，一直拼，真的往生净土的机会啊，就很大。但是要如法去修就对了，哦，卖个麻痹麻痹啊，那这哦啊啊，反正我念几啊，看念几遍啦，吼，还是有念无念啊，这马马虎虎了，那呢，就是很可惜啊。很可惜，在佛门当中啊，我是佛教徒，哎，亲近佛教啊这么久了啊，没有什么功夫。真的，师父看过知道，太多人没功夫了，没功夫啊。有功夫很简单嘛，啊，你去试试看。那个生病的，那个业障病的，鬼缠身的，啊，你去试试看看你有没有办法。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啊，但也不是很困难。简单讲，是我们不要因为时间久了，佛法很普遍哈。啊，你就好像没有把它当宝一样，啊，物以稀为贵嘛，哦，这边可以听得到，这边也可以听得到，你就没把它当宝，就麻痹麻痹了，哎，不是很认真啊，没有出发心的时候那样的热忱，那样的护持，对不对？那样的用功，大概做本来每天都练一个小时，后来变30分钟，30分钟后来变15分，接下来差不多了7遍，哎，15练7遍会不会太多？会太多？最好是练3遍最好。有练3遍还嫌哎，哎，师傅练那么多，哎，我讲你钱也嫌多吼，你钱你也嫌多无？钱太多你会嫌太多啊？哎，不会嘛，世间财你这不会嫌太多，我们出世这个功德财你就嫌太多，不颠倒。那个就是没有在听经闻法，哎，师傅我大概做每天我练3遍呢，哎，有练7遍的，我说太多太多。会不会太多啊？啊，说我们不要麻痹麻痹啦！各位只要啊，记得你的出发心。哎呀，真的是哇，有这条解脱的路，永远离苦的路，这么好，有这个方法，我跟你们讲这么好，而且还可以好好修，对我们这一辈子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子女有这么好。就算你没有往生十方净土，你至少下辈子你不用担心嘛，对不对？哦，下三个道是不可能的，一般是不可能的。啊，你就说你下辈子至少你很富贵吧，很富贵，然后再当佛教徒，再护持三宝也是很好啊，然后再继续修行嘛，对不对？啊，不要说啊，这是忘记了，忘记不能忘记红尘啊，再怎么样你都不要忘记要修行。一条是轮回路，一条是菩提路，就说你菩提路跟红尘路，你能拿呢？就是你用在几分？菩提路你100分，你用几分在这边？红尘的路你用几分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啊。否则啊，你慢慢麻痹之后啊，到最后你是那个轮回的人啊，啊，轮回不好玩，真的不好玩。人生啊当中，你想想看，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病苦业障太多了。或许你们还不够，还不知道很多，还不知道很多消息。像师父在跑国内外啊，很多人来找师父的，都是那些病苦等等一大堆的，真的是很苦啊，苦得不得了啊。你越多了，有时候你跑医院，我们有时候还要跑医院呢。跑了之后，你知道哦，原来真的是人生这么苦啊！没有讲出来，没有人知道。一讲出来，哦，你家哈啊，你家也放了一本心经，我家也有一本心经，就比大本的，比看来看家家啊有本难念的心经嘛，看来家本比较大啊。我们这边太小了哈，看看比较大的，我比这个了，也不是比快乐的，不是比那个啊念那个啊念苦经，不是念那个快乐经。啊，家家有本难念的心经。也顺便啊，跟各位讲一下了哈，我们要始终如一，知道这个佛法这么好，解脱之道这么殊胜，可以利我们啊今世啊未来世，还可以消除过去的这种等等的所造的恶业重罪等等，还可以啊永远离苦得乐。我们要谨记在心，要用功。红尘再怎么没有时间，你就要安排时间做功课。做你自己专修的法门，不是念很多啦，念啊这个念这个念，不是这样啊。听经，佛跟我们讲，听经要多听，才有智慧，才有政治正见。但你修的法门，你可以专修一个，你念佛的，念菩萨圣号的，念大悲咒的都可以啊。哦，或者念普贤恩品，这个都可以啊。专修个法门，这个叫做功课，而不是等一下念心经啊，下午念地藏经，晚上念阿弥陀经啊，睡觉躺在那边也叫 Om Mani Padme Hum。还在哄，睡觉还在哄，哇，那太苦了吧，对不对？所以修行要会修啦，妈忙修下的恶别病啊，人家说恶别苦，这无德，不是这无德，跟做好啦。
顺便啦、啊、哈，不要麻痹麻痹啦，要用功啊！啊，那不哈，人生的苦啊是太多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世间越来越不适合人住啊！各位想一想，是不是？污染太严重了，恶业造恶业的污染，天空气的污染，水污染，整个大气整个污染，我们这个、啊、越来越不好住哎、欸，越来越苦啊！你要知道啊，这个叫简洁，越来是越伤脑筋啊，众生呢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度，我们自己都很难度自己啊。所以啊，应该要多用功哦。不管怎么样，不管能不能往生净土啊，可以最好。再没有办法，我们下辈子生生世世，我们还可以过得非常好啊、哦，身体健康啦，也富贵啦，安乐啦，也比较不会好、哦、生到那种讨债鬼，对不对？啊，嫁后的娶都可以娶到很好的啊、哦，至少了啊。两点，好，可以了。老师来再介绍一下，现在介绍这个Om Mani Padme Hum，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分几堂课了哈，把这Om Mani Padme Hum啊这个功德利益啊解释，把它解释完啊，分几堂课了。我们下一堂课应该是6月3号，最快是4月1号啦啊，是讲过的嘛，4月1号你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呢啊，有时候你们到时候如果4月1号有的话了哈。有的话会通知的啊，6月3号是确定的啊，到时候再来参加。现在讲的这部经啊，就是我们Om Mani Padme Hum六字大明众的。啊，这个是从这部经里面揭露出来的，称为《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我们说《法华经》是经王，这部经佛也是说经王，因为这是赞叹呐、啊。啊，说楞严咒是咒王，如Om Mani Padme Hum也是咒王，这是佛是不能比较的哈。法就是药，药是不能做比较的。治头痛的、治脚痛、多心脏病症、五脏六腑的，它不能做比较，因为功能不一样。所以佛都是赞叹：哇，这个金啊金王，哇，这个咒是咒王哦，这样不能做比较，然后是佛的一个赞叹，赞叹只能这样讲。好，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啊，这是当时啊，在我们宋朝的时候了哈，在我们中国宋朝的时候，这个中印度啊，在印度的中印度，有一位法师叫天席斋法师所翻译的啦。啊，翻译的，那时候他把他讲一个缘起啊、哦、我们呢、啊、这个有一天呢、啊，我们佛啊，在这个北印度，当时佛在北印度，现在北印度奇缘金色了哈、哦，奇缘金色，觉得啊，奇树几孤独眼啊，这奇缘色，然后啊，在讲经的时候啊，这个法会要开始的时候，忽然间呢、啊，在这个大阿鼻地狱里面啊，大阿鼻地狱里面放大光明。这阿鼻堆呀，然后就放大光明，这光明就照到奇缘金色，然后显现了、啊、哇，非常的清净的宫殿啦、啊、罗阁啦、啊，还有很稀有的、很清净微妙的庄严之相，哇，这个瑞相。这个我们在华会当中有一位菩萨叫做除盖障菩萨，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大阿鼻地狱里面就照着无间罪的、无逆罪的，那这怎么放大光明呢？照到我们这个奇缘金色，嗯，这个有个大因缘，所以我们这个除盖障菩萨就请我们佛、我们世尊来解释一下，来示意他，哎，这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缘起啦，叫续分缘起，跟各位讲一下，然后慢慢就会讲到六字大明咒了。然后现在讲重点了哈、哦，我们佛，因为我们大悲咒是属于我们本来列入观音法门之一，所以。我们就是讲，开始讲，师父开始讲，介绍观音法门里面比较重要的，慢慢的一期一期是把观音法门慢慢介绍给大家，啊，看各位的法缘，看是练什么比较适合哦。练大悲咒一定要多一个 Om Mani Padme Hum， 早上讲过了哦，先练这个，然后再练发愿文，然后练大悲咒更为殊胜。我们佛就赞叹观世音菩萨啦，在三恶道啦、罗刹、阿罗汉、阿修罗。天道等等啊，要慈悲度众的事情，你们观世音菩萨就是到这个地狱去度众生啊。然后做法布施、财布施、为施，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成就无上的菩提，那到最后能够怎么样？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的这部经的一个记载。还有我们佛赞叹观世音菩萨所成就的功德善法，大慈大悲大智慧大威神力。如果我们众生能够来意念哦，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内心想观世音菩萨，嘴巴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然后啊，未来啊能够远离生老病死的轮回。因为你只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如果说你遇到那种哦不想念大悲咒的，不想念阿弥陀佛都不要的，你叫他很简单，你叫他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好，发愿到极乐世界，他也可以到极乐世界啊。哎，有的不，有的他没有读书不识字的，你叫他念大悲咒很困难啊，你叫他念六个字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看他选择，看他喜欢念念菩萨的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还是念阿弥陀佛哦，或者药师佛，可是对那些啊就是比较对不能不识字的啊，或者是他要很简单的，你可以教他这个法门。观音法门基本上是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嘛，你看我们念化愿文还不是念很多观世音菩萨圣号。到最后呢，远离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而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到最后到极乐世界啊，然后以后啊他们到等觉菩萨，然后到十方去成佛，都称为妙音如来了哈。所以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以后成佛的这个佛号都是一样，都称为妙音佛、妙音如来。然后在我们十方世界，观世音菩萨在应化度众，然后让众生啊都能够啊成就他的道业的。那接下来要来讲这个读诵受持此经的功德利益。这部经的流通很少哦，大乘庄严宝蕴经流通很少。有四卷啊，有因缘啊，各位可以看看，如果说你对阿弥陀佛有特别有兴趣，你可以看这部经。第一个，如果说你读这个大乘庄严宝蕴经，消除五无间罪业，五逆罪可以消除，临终有十二尊佛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你看殊不殊胜？要临终的时候有十二尊佛呢，还没往生的时候有十二尊呢，佛祖来给你接接去极乐世界呢。所以你看阿弥陀佛殊胜的不得了啊，你送这个经然后念这个阿弥陀佛，你要十二尊佛。第三，我们供养三宝了哈，供养三宝所得的福报无量无边啊，但都比不上来写这部经，写一首偈这样的。你写一首偈，你的福报都比这个大啊，哦，这跟类似金刚经里面讲的啦，因为这个是属于啊法布施啦，法布施，法布施才布施无畏施，最主要法布施的功德利益最不可思议，功德也好福德也好，那是都比我们一般的这种啊物质上这种布施啊来得啊这个大的不得了了哈，没得比，因为法布施可以让我们真正离苦得乐啊，可以啊成就佛道，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你今天再给你怎么富贵怎么富有也是这辈子啊，到尾马是根基修啊，是不是马无人来扛扛起嘛，扛扛，甚至有时候造了一些恶业，下辈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啊。如果又不懂得修福修慧，下辈子来就很惨。所以我们还是有法布施啦哈，种下这个啊，这个佛讲的圣贤所啊，圣贤呐，解脱之道，这个法把它种在我们内心深处，这个法的种子因缘成熟，它就会萌芽开花结果，你就可以真正的永远离苦得乐。你不要把这个不当一回事呢，你看人家的苦，你以为你不会苦啊？你看人家生病，你不会生病啊？你看人家死亡，你不会死亡啊？哼，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是一面镜子啊，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一样啊。哼，哦，台湾如果说一艘船的话，在海上好像一只很大的船嘛，我们就在同一条船上，知道吗？整个世界就是一面的镜子，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啊。多用功。好，第四个重点，书写此经，哦，这部经如同书写八万四千法藏，写这部经也可以说啊，就写无量啊，就写无量无边的经啊。比如说你好，你写这部经四卷，这样写所有三藏十二部经典啊，就这样。八万四千代表无量无边的，你在经文里面，如果说以后你们看到八万四千什么，八万四千代表什么？代表很多的意思啦。这是印度当时啊他们的说法，代表很多很多，都讲八万四千。所以经典里面经常有八万四千这个字的出现，
像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都讲什么？以三六九百千万，以这个为多数，以表这个表多。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不见得说只有三个人呐、啊，知道吗？三是代表多的意思啦，三六九等等哈、哦。而且啊，到最后你写这部经，至少你还可以以后可以当金轮圣王，管四大不中，福报大的不得了。第五个，你只要念了、啊、哈，你只要念这个念这部经的经题哦，啊、哦，比如说啊，《南无大乘庄严宝文经》，你只要念这个名字，啊、哦，你就能够啊，能够啊，很快就能够解脱轮回之苦，而且身上会有一种妙香，会感受到哈、哦，这种果报，这身上会有一种香味啊，会有这种香味呢，这是真实的哎。像佛也是身上也都香的啊，哎，有的众生他也是香的、啊，我们台湾也有啊，你们有听经的人应该听过的哈、哦，啊，高雄有一个法师嘛，啊，他的子女身上这是香的啊，生下来这个身体就是香的，啊，比如说好啦，你买香供佛，哦，这香是很庄严，比如买香供佛，这香哦，又会感到哦，这个啊，这身上会有一种香，或者好香供佛哦，一种香。也会这样子啦，或者连这个晶体某某晶体念也会有这种香啊。你比如说买花哦，买花一般知道花代表漂亮，还是有香味嘛？哦，以后长得很庄严呐、啊，很美，就这样子。这是一种所谓的相对的因果论呐、啊。你造这个罪就得到这个恶报，你造这个福，它就是会有这个福报。因果论就是这样，那跑不掉了哦。除非你故意去破坏它。因跟果当中有一个缘呐、啊，这个缘改变，这个果就改变了。好像这时候水果为什么长这么大？如果它开始都要长，慢慢长，长到一半大的时候，遇到可能太阳很大，或者没有雨水，或者阴凉不够啊，或者刚好被它砍或怎么样，它长不出这么大嘛，对不对？那是因为缘把它改变了。否则的话，它这个因就是会有这个果的。这因果论啊，这是个真理的。接下来你写这部经啊，供养啦、啊、恭敬啦、啊，到最后啊，会得到安乐，然后身相啊，就你的色身非圆满，身相圆满啊，然后、啊、不会啊投胎在那种、哦、很贫贱的家庭，不会在那种地方，至少比如啊中上啦或者很富贵啦，也会这样。啊、有的你看有的人很有福报呢，一投胎在某一个家庭里面啦、啊、哈。啊、哦，比如这个在我们台湾比较的富贵的家庭，一进去那小孩子哈、哦，生下来他就有几亿啊，几亿的身价了呢。那像我们现在啊，上个月叫贵利亚去啊，对不对？这刚干过来讲借钱贵几亿啊，你开价个无油钱，对吧？啊，要上高速公路个没有那个过门票，这多可怜！人家这生下来哇，人听命命哇，这几亿的身价，生了几十亿哦。如果他是独生女的话。像有的那个我们企业家，哎，我要用几千亿的这行的身价呢，啊，如果他生个独生女或两个好了啦，算两个啦，叫本一年嘛贵啊八亿，人福报啊，福报啊，所以大家讲啊，尽量修福报啦哦，修福报多用功啊，诵经持咒多用功一点呐、啊，哎，有慈悲心一点呐、啊，啊，不要去伤害众生呐、啊，你伤害众生哦，起那个残忍的心呐、啊，啊、哦。起那个嗔心啊，以后哈、哦、下辈子可能有福报，但是会长得很丑，知道吗？啊，佛讲的嘛，你有慈悲有忍辱啊，长相庄严啊，像师父这样还可以看的哈、哦。啊，如果说你长相，你回去看那洗澡，打刚那弄啊啊，阿弥陀阿弥陀的阿弥陀阿弥陀，奇怪，那个人看起来就不怎么样啊、哦，因为那个镜子里面那个就是你嘛，一看来不怎么样，那你要考虑看看前世哈、哦，前世人没修好香啦，对不？啊，没有好好用功，所以这辈子长出来普普通通，也没有特别有吸引人的地方，那你就这辈子多用功一点，啊，多啊多慈悲一点啊，在我们佛门当中啊啊多修福报，多有忍辱恨，慈悲忍辱，内心柔和一点啊，这样，就算你没有往生净土啊，下辈子你也长得非常的庄严，啊，所以长相庄严啊，就是从忍辱来的。持戒忍辱来的，忍辱恨没有起嗔心。那你今天如果说哈，哎，福报我也在修啊，我也修很大的福报，但脾气也不好。以后下辈子福报是很大，但是阿修罗，但阿修罗的福报也是很大。
那个果，果就是阿修罗，阿修罗果很凶。人如果阿修罗，人也是很凶，但是福报很大，脾气很大。哦，钱很多，脾气很大。你如果说女孩子或男孩子的话，那就是阿修罗，人道的阿修罗。你要知道，因为阿修罗遍及胎卵湿化，四身都有啊。所以帮我们讲六道，也讲五道。讲五道就把阿修罗把它去掉，因为胎卵湿化都有阿修罗嘛，所以不必要讲一个什么阿修罗道，不必要。所以叫五六道也对，五道也对，讲七道也对啊、哦，五道轮回、六道轮回、七道轮回都对。七道是多一个仙道，《楞严经》里面讲的。好、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来介绍我们这个六字大明咒，这个很重要，这个很少人知道，坦白讲。我妈的悲鸣用可能练了三十年、五十年，你都还不知道我妈的悲鸣用啊，比较详细的解释是什么，你或许还不知道。你如果知道，对你的修行会更上一层楼，而不是只有在那边我妈的悲鸣用而已。我妈的悲鸣用这属于行嘛，是修。但是各位要知道，所谓咒是叫做总持，以佛咒来讲是持有哦，总含无量法，色受无量意，法意无量无边。这个叫做咒，以佛咒来讲呢，因为佛的咒叫佛的心法结晶，经过无量劫的这种修行度众，十度万恩圆满，福慧悲恩圆满啊，啊，万法万德圆满，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所成就的这个心法结晶，就是心咒。Om Mani Padme Hum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称为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殊胜啊，六字当然是有，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啦，六个字嘛哈，啊，这个叫大明王陀罗尼，所以为什么叫咒王？真正的名字叫做六字大明王陀罗尼，就是大字六字大明咒，大明王咒的意思。所以佛说六字大明咒，这个是咒王，这部经是经王，在这个地方啦、啊。那这个明呢，你看我们一般的我们做也叫做明，明就是破除黑暗嘛，明就是日月嘛，日月合起来就是明，有光明，光明光亮的意思，照破黑暗，所以叫做明啊，日月明嘛。所以这个做你就要好的依法如法去修，就能打破我们内心无明的黑暗。无明就是没有光明，叫做无明啊，啊，八识心王心首可以打破，所以叫明的意思，民众在这个地方。那上次是讲过嘛，我们学这个咒啊，都是要如法，要金刚上师合格的，要合格的金刚上师的灌点加持，才可以修这个秘法。如果没有这种合格的金刚上师，因为你也不知道，坦白讲一般也不知道，这是很严格的啦，条件要具备很多条件，你至少要持道轮金刚咒，或称为如来灌点神咒，那至少啊，这个莲花印啦、啊、哈，上次师父有教过，那是一般我们老人也知道了啊。你们这没有学到的举手一下，没有学到的，没有学到师父教那个手印啊，怎么灌点啊？啊，你们说我、哦、新的这么多啊？啊，怎么老的都不见了？啊？哦，真的、啊？哦，还好啦，今天只能还可以的，代表师父的魅力还可以啊。或者但是这个老人都没有了，代表好像魅力也不太够，对不对啊？师父每年在新加坡都办1000多人次的大悲咒公修呢，你要知道还有超过2600人的呢，办六年了，到去年第六年，今年第七年了，今年是5月18、19、23天了啊，我师姐有讲过吗？说我们不管人多人少师还是这样办啦、啊、我们在跑南梁啊、印尼、东马、西马，人多人少还是这样办，但是还不错啦。南梁地区、哦、大悲咒啊很受欢迎，法缘很好，尤其是东马、西马也是一样的。东马就是沙劳越啦，西马就是所谓的槟城，这边叫西马，因为它分两个地方嘛，哦，很殊胜的、啊。那没有的话是再教各位一下，因为既然是念咒，就是跟这个理事啊，可能都跟这个咒有这个法缘啊，所以基本上你要知道哦，跟我们修密法的人你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在很多的谣传哦，我们密教修密法啊，不然出家众还好居士好、哦、我们修密法的可以吃肉，
可以吃葱蒜，不可以的，知道吗？因为他们有的人他不知道，没有看书不知道，所以有什么佛跟我们讲要解跟行，要了解，哦，了解这个方法，要来对经书要了解，然后再去修嘛，再行嘛，啊，就好像开车一样，你都不会开车，都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车，干嘛你上车就可以开车啦？对不对？不是很危险吗？开是可以开的，不要开到什么地方去了，对不对？太危险了，所以要先了解嘛，了解，所以解跟行要先了解，然后再去行去做，很重要。其实各位知道为什么说师傅讲说要找一个合格的金刚上师，一个密教的金刚上师是很不容易的，这做经典的依据啦。佛说啊，修啊，凡修这个瑜伽者，瑜伽就是相应法，就是修密法的意思啊。你呀、啊，就必须第一个要有智慧，你看看，这不容易。智慧代表你对经藏要了解到某一个程度啊，你讲经说法才不会误导众生呐、啊，修法才会修对才有正知正见呢，有智慧要正知正见呢，这个是很不容易啊。你要找到这种就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多对经藏不了解的啊，我都跟他要念你啊，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的，你嘛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你哄我嘛哄，哎呀什么意思？哎，我唔知。啊，怎么修？条件什么？哦、我嘛唔知。啊、哦，唔是念阿弥陀佛去往生极乐世界啊？哎呦，加好康啊，对吧？那是有条件的，修个法门都有条件啊。修不好，你还在有过失有罪的哎。要有智慧。第二，你对这个法门要懂得真言法，就这个做要怎么修，它的法门、它的条件你要懂。第三，要懂得什么叫三昧定，不是外道那种哦。那种那个邪定的是正定哦，三昧定的正，三昧的意思就所谓啊正受正定的意思。你要了解什么是如来清净场，你要了解《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你如果说对他无始种因果不是了解的话，你邪定你都以为是正定啊，那个魔境你以为是这个啊圣境啊，那完蛋了、啊。所以佛跟你讲，你要先懂得三昧，什么是真的是三昧，要懂啊。因为我们修这个相应啊，既然是相应，就很容易跟这个灵界产生相应，跟佛菩萨相应，这是如法的。有时候你不是跟佛菩萨相应呢，是跟阿飘相应。阿飘啊，鬼啊，啊，这是怪恶魔啊！你念到里面不如法，我白念念咩哈？啊，怎么还主要程度比较低那些啊？阿飘就来了，你招来是这一些呢，那就惨了。来的时候，有时候你还不知道，以为你很厉害啊，知道吗？所以啊，这种相应法容易啊，让人家着迷这个神通。神通到最后，跟他陈女安讲的，会变神经呐、啊，变神经啊，要惨嘛！啊，所以要有智慧才不会走错路，要懂得真言法，懂得了要怎么去修。第三，懂得三昧；第四，要发无上菩提心呢，因为这个都属于大乘之法，要利益众生。所以你必须要发无上菩提心，我要成佛的心，要行菩萨道。你看不容易啊！第五要安住在菩萨家，说菩萨戒呢？你要知道，哪有那么简单啊？哦，娑婆诃童子经里面有讲，佛讲的修密法者不能吃，不能喝酒，不能吃肉，不能吃众生肉啊！是咪关修密法的让假吧？无食皮皮叉，你叉吧，无食皮白泡暖，这我慧老师讲的啦，该趣味。冻未掉，无食未使，该食薰啊！我无安尼快乐是神仙者咧吼，我冻未掉，一个习性太重啦。不是修密法，就是可以吃肉哎，有他最大的错误啊！楞严经佛所说的啊，你吃这个葱蒜呐、啊，真的护法都不敢来。神仙远离啊，臭得要死啊，就好像厕所里面在呼吸一样啊！啊，把你们跑到厕所里面去，你们会这边深呼吸吗？吐纳，哎呀，对不对？太好了，不会吧？你赶快去，赶快跑，冲出来啊！还要这边做深呼吸啊，one more two more 啊，不可能吧？哦，因此啊，在经典里面佛就讲，这在娑婆诃童子经里面讲，修真的修密法，因为你要清净。哦，所以绝对不能吃众生肉，那就没有大悲心。因为大乘之法是讲要有大悲心，你才能够成就你的道业呀，成就佛道。你吃肉则叫断大慈悲种，你不可能成菩萨。
就算你有一点禅定功夫，佛说这个也是大罗刹，也是个鬼啦，魔鬼啊，没有悲心，你根本不能，连菩萨都没有办法，而且是鬼啊，因为吃肉是罗刹的习性啊。你看这是楞严经里面佛讲的，怎么说我们就我修这个法我们就可以啊吃肉，完全错。这都是我们一般人都经书看太少，哎，没有问法师不知道，我被佛我被修了对吧？啊，人家人讲啊呢，人家呢，哎，来当家是当家啦，火化照料料去啊，而且有罪过，知道吗？哎呀，还有那个《菩萨善戒经》里面也讲啊，五辛也不能吃呢，葱蒜都没加进的，酒吧都没晒。按照修密法的哈，你的朋友你跟他讲。你要听谁的、啊、听他的，听哪一个人的，你不听佛的、啊、哦，他比佛更高哦，那佛跟他住家好了，对不对？这是佛讲出来的嘛。而是有的人他不知道啊，有的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啊，随便随便的啊，可以吃了可以吃了，乱乱来的，误导众生。我们要引经据典，依照佛法佛所说的，然后告诉众生，这个才是正法。我们学佛不是要学正法吗？对不对？那学那个啊，那又啊，歪七扭八，我别别在走魔道，你还被以为你在走佛道啊？错误啊！啊，所以现在你要找一个合格的金刚上师，何等不容易啊！所以佛早就知道，所以教我们一个大轮金刚咒，如来灌顶神咒。你们这边新来的老的人就再复习一次啊、哦！师父知道这个有三种手印，那师父就教各位最简单最简单的莲花印。然后念，然后这一本里面有没有？这一本里面师父就有念了哈，这一本里面就有如来灌顶神咒，第一页里面就有了。你们就照这样去练习，然后接那个手印。你只要在自己的佛堂或者佛寺里面，你就很恭敬心这样念了，给他念21遍。念完之后，祈求大轮金刚菩萨、十方一切佛放光加持，这是认同啊，允许你来修这个秘法。这是也是经章的记载哦，这是《金刚顶经》里面讲的。刚才那个五个条件是《金刚顶经》里面所讲的。如果你能具备这五个条件啊，哎，我智慧啦，懂得正因法啦，懂得三昧啦，三昧定啦，啊，然后要发我上菩提心啦，然后要安住在菩萨界，你要具有这五个条件，佛说允许你修密法。还请他今天跟你讲，不能吃什么肉啊，什么这个都有啊，佛早就知道了，所以跟你讲这个咒。练完之后，你就可以修任何法门，你就不用再练了，以后就不用再练了。而且我说你要继续练，当然是可以的哈。啊，如果不练没有关系，好好的灌顶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念咒练完之后，佛也是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咒慢慢流传已经2000多人，这个咒的音很多都不准啦、啊。真正的梵音的正确性，慢慢大家已经慢慢的不会啦。像等一下师父要送出千句大悲咒，这个是完全练梵音的。也不敢说这个是，也是师傅是看那个学者专家，他们也不敢说100%的准啊，对不对？经过那么久，所以佛早就知道、啊，所以他佛讲出了心地神咒，咒母就把它补圆满了。我念错了，就把它补圆满，护法还是会护持。哦啊，或者说、啊、念这个百字明咒也可以啦，补缺真言也可以啦。啊，那师傅叫人家都叫这个咒母心地神咒，因为几个字而已啊，问书就知道负责了。这本后面有，这本的后面就有写出这个很几句话。现在人要简单啦啊、哦，短话喝加个摩羯啊，如简单如何啦，越快越好啦。所以师父选这个最少的几个字，要念你就把它补圆满。啊，那不你念台语的、念国语的啊、念梵音的啊，这念美国话、非洲话，这个哇，差太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念 Om 嘛的北冥方，有人念安，那我那差太多了，那不是念安呢。安是可能古时候他们翻译的时候，这个安可能还是念 Om，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看是安，对不对？那师父猜想说，以前啊，在唐朝的时候可能是念 Om 的啦，不是念安啦，音差太多啦。经典里面写的都是 Om 嘛 ，Om 嘛的别名，怎么会安呢？差太多了，差太多啊、哦！因为大家如果不是专修的话啦，这个就不知道。那是因为我大概多少在研究这个啦，还没有什么修这个法嘛，就必须要多了解啊，这个梵音啊等等啊，所以是比较了解，跟各位讲一下。我们音像那个国语一样，我们哈、哦、啊，有人按淡薄吼，拢淡薄拢讲了台湾国语啊，就师傅就有点台湾国语啊。师傅是恒春人呐、啊，
是不是住恒村的土生土长恒村的超地人啊？那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吵的样子，对不对？因为讲，因为国中毕业啊，就离开了，就离开了啊，离开是不是以前呢、啊？这个几年前哇，那些民国六十一年吧，六十一年的时候去读那个前镇高中啊，那才第七届呢，哇，那现在已经几年了？已经差不多三十几年了。三十几年的事情，那是第七届，那现在不知道第几届了，那可能那不知道是三十几届、四十几届了。那时候啊，看起来啊，一片沙漠这样，很多草。前镇高中现在很久没有去了，不知道几年了，不一样。所以很早就离开恒春了，啊，就到处这样读书啊，都一直读书，读到台北去了，一路上都这样去的啊。所以啊，我们这个是台湾国语啊，从小我们在那里恒春嘛，拢讲台语啊，一天到晚拢讲台语，马老你到底讲国语啊？你好嘛，拢讲台语，对嘛，讲台语。啊，到北部，啊、父母嘛，是拢北部嘛，种台湾人。啊，若去起码去过去台北吼，哇、哦，都拢讲国语啊。慢慢越讲就越溜，但是还是迄、那个腔调还在啦吼、哦。啊，个林良港比林良港可能好一点啦、啊，对吧？啊，至少不会吼、哦，很像我们真的台湾国语，你们听过嘛？哦，有人讲到台湾国语真的是很道地的台湾国语，你听起来干嘛做好笑？讲台湾国语，哎。所以这本里面回去后面你们可以请回去看哈。好，那是不是把这个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分几期的把它解释，把它讲完。现在讲这个 om， 英文就是翻译叫 om， 叫 om， 不是 on。你如果念富翁的翁，对不对？叫 om， 对不对 ？om， 对不对？不是 on， 是 om。OM， 你试试看翻音的，是 OM， 音要念得很准。OM， 英文就是 OM 嘛 ，OM 是 OM 嘛，嘛不是安太差太多，音不是这样。OM，OM 嘛呢被蜜蜂，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个读法啦，那是是不是念这个啦？这音差不多都对啦，差不多。但这个 OM 特别跟各位讲，啊、哦，不是安，也不是富翁那个 OM， 不是是 OM 的啊。那这个 om 呢？这个解释啊，各位要听，稍微听一下啊、哦，因为这边是没有给你们讲义的。光这个 om， 各位要知道，你们这边新的，你们知道哈、哦？大悲咒八十，我们讲的八十四句，不是有八十三尊的菩萨呢，那绝对错误的，不是。那是早期哦，几十年前我们台湾对这个咒语的不了解了，啊，写出那个是错误的，不是八十三尊的菩萨，不是，里面都在讲佛法。比如说 om 好的啦，这个 om。这个我们以学的专家的解释最简单，他说发语词，一个字的前面最前面叫发语词，但是这个是我们世间学者兼专家的说法，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属于佛教的这个所谓咒语。佛教的一个咒语里面，这个我们有很多意思耶，而且我们学者专家说这个我们、啊、还有我们阿訇是代表宇宙那种爆炸声。好、哦，当然说哦，刚开始我们这个宇宙慢慢形成的时候，哇，当然撞击啊，有 om 这个声音啦、啊、哈、哦，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啦，这个也是没有错啦，因为这宇宙当中本来就有这种声音嘛。但是依照我们真正的佛法里面不是这样，依照《密藏寂寞》里面，这个 om 呢，它就是有五个意思，那其他还有，总共四位的资料里面有。八个意思，光 om 就有八个意思，怎么会一尊菩萨呢？不是的，里面都在讲佛法的。比如说 om 的意思是皈依，或者说皈命啊，皈依，皈依我们的住持三宝，四相上的三宝，三宝还有分啊，佛时代的化相三宝又称为别相三宝，我们现在叫住持三宝。啊，还有我们内心的自信三宝，也叫离体三宝。那我们归命，这个命叫做慧命。我们慧命就是真如本性。佛讲过，我们要皈依我们的自信三宝，才是我们永恒的皈依处。因为自信三宝这个佛性是永远不生不灭，是我们真正的永恒的皈依处。你是向上的，有一天一定会毁灭，对不对？那生灭法嘛。所以真正的皈依处在哪里啊？自信三皈依，要知道这是佛讲的。所以师父也是，师父都是以讲经为主的，所以我们要引经据典，绝对有根据，不是师父自己胡白讲的呢。胡白讲的这阿鼻地狱的罪呢，讲不对的办法不是。我们要引经据典才可以啊。
所以归也叫归命。第二，供养 ，Om 也是叫供养的意思，供养。第三，惊觉，惊讶，惊觉的很惊讶，让人家能够觉悟这个 Om。所以，什么说这个学者专家，现在社会的学者专家说，这个 Om 就是一种宇宙的刚开始的爆炸声 ，Om 那个声音，让人家觉得哇，你看这个 Om 哦，那是为了持咒在加持的时候轰下去，有没有？轰也是那个爆炸声啊，它是一种威神力。这个轰都要看等三人不能解释到了，哇，这个轰很特别啊。所以什么？你看轰的时候，师傅都会特别加强这个轰啊，这个音波啊，这个有没有这个能量。所以这个握马的这种惊觉，也是能够让众生能够觉悟了哈，能够启发他的善根呐、啊，这种意思啦，也能了解这个啊这种的威神力。第四啊，这个咒啊哈，没在属于咒嘛，摄福，摄福就是可以摄受众生，摄受众生。第一，摄是摄持啊，因为这是咒，所以摄持一切的法义在里面。福呢，福就是降福。有念这个咒，好念大悲咒，唵嘛呢叭咪吽，可以降伏许多的邪魔外道，那就所谓的摄伏啊。第五是三身，三身就代表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唵，它就有这个，这个啊、依照密藏寂寞有五个意思。那另外师父还有啊、另外师父的话，那还有这个其他意思，还有四个，总共有九个意思，光师父查到的资料有九个。唵呢？可以说，就一般我们翻译《心经》里面叫“即说咒曰”，啊，“即说咒”有时候翻译成“达慈他”，啊，有时候念“达慈托”，其实念“达慈他”的音还是比较接近呐、啊，因为换音叫“达迪亚塔”，那个是“塔”的音，“达迪亚塔”，“达迪亚塔”，所以念那个“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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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接近，连那个“托”那音就差很多，所以正确的那个。即说咒曰就是说这个咒真正的开始，因为前面都是皈依，像我们大悲咒前面都皈依文嘛，南无的皈依，接下来真正的正中分啊，它分前段、中段跟后段，所以中段里面就是达迪亚塔，那我们达迪亚塔是梵音，就是说哎，这个咒就从这边开始叫达迪亚塔。那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一翻译说达直他、达直托或者达尼也他、达地也他，大概就有即说咒曰，大概就有五种的翻译啦啊，因为有时候这个翻译者不一样，所以翻译出来是不太一样。叫即说咒曰：无间顶相，第七个叫无间顶相。你看 ，Om 它有无间顶相的意思了，佛的三十二相的无间顶相。你看多殊胜。第八个本不生，无生呐、啊，万法本来就没有生，犹如虚空，没有生，没有灭。叫本不生。第九个最后一个，这师父查到的资料叫做如来好，是不是啊？毫相功德，这白毫相光，除了无间顶相啊之外，还有白毫相光啊这种的功德。所以师父总共查到的资料 ，Om 呢具有这九种的意思，所以绝对不是代表一尊菩萨。哦，也不是我们学者所讲的，只是哈、啊、这花语词啊，什么宇宙的爆炸声啊。这都还不是真正我们佛教里面的意思啦。因为师父的参考的资料有学者专家的嘛，哈，也有我们出家众的法师的，这等等，师父都参考这个资料，这也不能乱讲啊，啊。那 money 呢 ？Om money 啊，其实 money 就代表叫做摩尼宝珠，也叫做如意宝珠，也翻译成华宝。然后在如意宝珠就代表什么？代表 money 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这是我们的佛性啊，代表我们的佛性的意思啦、啊。嗯，啊，这边你要写的如意宝珠啦、华宝啦，或者摩尼宝珠啊，那有这几个意思，那基本上就代表 money 啊，就摩尼的意思啦。摩尼代表清净嘛，摩尼就代表真如本性，这个离体是清净，犹如虚空，本来无一物，哦，不会去惹尘埃，不像我们现在哈、啊，我们凡夫众生呐、啊，无明很多啊哈，内心本来许多物，到处惹尘埃，这样差很多。你们有没有到处惹尘埃啊？有哈，对不对？
没有人没有拈花惹草就好了啦，对不对？本来许多物嘛，真的啊，贪嗔痴不是许多物吗？本来许多物啊，然后到处惹尘埃啊，就攀缘这个境界啦，这样啊，啊，好心走过，坏心嘛走过了，对吧？人生两下无奈啦，真的是无奈啦啊！你嘛知影这无好，这诶负因果啊！你嘛佛教徒嘛很虔诚，但是会当时啊吼，无多啦，你拄到迄个吼完全借助啊，真正无奈啦！人生有时候就很无奈啊啊！所以多用功一点啦吼，消除消除啊，才不会这么无奈啊！一脸的那个无奈的脸。好，这玛尼贝咪呢？贝咪啊，这个就属于莲花，莲花。清净的莲花，那我们避免我们又把它讲成清净的莲花，像我们的智慧一样，智慧清净犹如莲花，我们的正路本身也叫做清净犹如莲花，也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妙用我们 money， 就是妙用我们正路本性里面的智慧，用我们正路本性在佛性里面的智慧，我们来妙用。用在修行，用在人生，用在很多方面，我们不要用内心的妄想执着无明啊，这种污秽无明我们不要用这个，我们要用我们清净的智慧，正如本性，内心我们有多，我们内心就是有一尊清净佛嘛，法身佛，我们要用这个法身佛的智慧，然后来修行，来做人做事，来行善，你用这个智慧你就不会造恶业，你就会啊行善断恶。这个 money 是代表清净智慧，犹如莲花一样，所以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莲花啦。money 啊，这个 baby 就是莲花的意思啊，哦，代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它妙用。那接下来讲这个哄哄的话，有人说讲我能舔的牛啊，不是牛哎。有人认为不会念啊，我哦妈的变名牛，我不是牛啦，有变猪变没有变猪中间啦，哄就是那个，你看那牛的口这么牛，这你看牛，你们如果它住在乡下，你听过嗡，有没有哄的音啊？这个学的专家也说，这个哄啊，哄啊哄啊，三字真言都做个宇宙的爆炸声啊，啊，他们是这样讲，但是呢，意思在佛教里面哇很多意思哦。好啦，哄第一个意思，为什么你看师父在持这个哄的时候，就代表说啊，要特别加强，要吹破、吹拂、破坏，哄的意思，吹拂破坏什么啊？破坏我们内心的无明，打破内心的无明就是哄，消除业障病苦就是哄，知道吗？叫吹破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做灵鸟的时候，在加持的时候做这个哄，会加强能量，加强放光，这个哄，因为本身就有这个意思。你看，如果说宇宙的爆炸声，你看的能量像太阳一样，有多大的能量啊？对不对？吹破满愿，也可以满你的愿哦。然后可以讲说成就，就是娑婆诃的意思啦，也满成就。能生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都从哄而来。这宇宙如果没有爆炸声，没有这样慢慢的幻化出来，一生哦。然后像太极一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没有这样慢慢的爆炸等等，哪会有天地万物啊？所以这个哄的意思，能生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涌出能涌出啊啊许许多多啊这种的所谓功德善法涌出。第哄就是接下来是拥护啊，拥护某个人啊，拥护这样子啦，哦，拥护众生啊，这也是潜魔。就是破魔降魔的意思，所以这个哄啊，就降魔，哄降我这个魔，遣送遣这个魔，遣开的意思的破魔这样。因为哄像太阳嘛，好像爆炸的时候就觉得很恐怖，所以啊，刚才不是讲过惊觉嘛，很像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恐怖，轰哇很恐怖，像打雷有没有？打雷啊很恐怖，这种威神力啊，所以让这个魔能够觉得很恐怖，恐怖。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自信，哄也代表自信，代表自信哦。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怎么那么巧？刚好就九个啊，跟那个哄一样，都九个意思。嗯，那这个是基本上啊，这个是再解释一个，然后把它统合一下，哄啊哄。这个三字真言叫 Om Ahom 啊，这个很重要。Om Ahom，Om 代表化身，有三身嘛，化身、报身、应化身。
Om 代表化身，阿代表报身，圆满报身。Hom 呢代表法身，这个叫做金刚三业，或者也可以称为金刚三密啊。所以 Om 啊 Hom 就是一切文字从这个三个字而来的，所有一切文字都从 Om 啊 Hom 来的。各位要知道嘛，啊，以前我们说我们解释啊就是无嘛，对不对？这个 Om 呢？这是有，一个是无，一个是有，代表说一个空，一个是有。空是圆满，圆满代表中道，知道吗？解释完之后，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妙用我们的真如本性的智慧啊、哦，然后就好好去做人做事，去修行，到最后就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就讲到吗？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懂得啊，如果说我们佛讲，如果说你能够懂得六字大明咒的意思，你就能够懂得如何达到解脱。因为里面没有用智慧的，没有用内心的智慧，因为道在心，心就是佛，佛就是道，佛在心中，不必心外求道，你只要直指人心，就可能明心见性，就能够证道，就能够成佛。所以佛不是在外面，你要找佛，你永远找不到佛，因为外面都是虚妄的。真正的法身佛就是我们内心这一尊，所以你懂得观世音菩萨唵嘛呢叭咪吽用这微妙本心，你就懂得解脱。为什么？因为你懂得修行。为什么懂得修行？因为你懂得妙用你内心的智慧，知道吧？今天讲的不会很浅吧？你们有人怀念说讲的太浅了，这天讲的不会很浅呢、啊。你要更深一点的，这礼拜天呐、啊，晚上十点呐、啊，里面这么行104嘛，法界嘛，对不对？哎，跟台北一样啊，台北是102，但是我有苗栗说104哎、欸，我你这边102啊，台北也是102啊，啊、哦，还有104的吧？不知道，大概这个频道就听《维摩诘经》，那就是真的非常的深入啊，啊、哦，好，现在我们是来送出啊这个千句大悲咒，已经失传了将近1000年的了哈。我们新人员我们是没办法再继续讲了，只跟各位讲一千句大悲咒被发现在我们北京的房山县云居寺地宫，还有山上九个山洞。因为我们这本经里面的师父都有解释啦、哦、从西元746年唐朝的天宝年间，西元746有流通到1068年北宋初期，流通将近300年，200多年就消失。所以1068年之后消失到1999年才重现，所以科经将近1000年，大悲咒也消失将近了1000年。现在由师父本人在推动这个千句大悲咒，真正的1000句，只能讲到这样了哈。因为你们有的新人呐、啊，是没办法再重复了啊。你们要的话，去听回去，赶快去听千句大悲咒，念这个咒，往生十方净土，成就你的道业。消除业障病苦，消除无量恶业重罪，84句就有这个功能啦、啊，何况是千句大悲咒，那更不可思议啊！你光听到你就消除无量恶业重罪，所以赶快回去听，啊、哦，放在车上可以听，啊啦，这边再见。哦，所以呢，安尼啦，要别记起啊。最简单的啊，师父学到三个，最难是莲花印，莲花是这样。莲花开着的啊，没有这样放在。是我学到三个，最早是莲花印。这个莲花是这样，莲花开着开的话，半开的也可以，中指分开，这是半开的。这就是莲花。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复杂的。啊，半开的也可以，中指分开，这是半开的。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复杂的，叫你学这个就好。他们教这个数字不加了。啊，你可能要学这莲花印，开莲花。所以只要这样，你叫你学这个就好，不会复杂。啊，你可能要学这莲花印，开莲花里面啊，如来挂在胸前啦，道人金刚咒啊，那你祈求，那你开始依照那本师那本里面啊，如来挂在胸前啦，道人金刚咒，那你祈求十方佛，道人金刚菩萨给你放光加持，能够大轮金刚的秘法，也祈求大轮金刚菩萨，因为道轮力。金刚做出了大轮金刚菩萨，你放在胸前的时候，你就开始他能够观想之后啊，同力。但是你那个时候，然后你放在胸前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没有做观想之后啊，很正常。你有知道？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不要吃到经过两个小时，酒肉啊，冲散，你不要知道。刷刷牙，喝喝水。你有知道？最好还是吃到经过两个小时，21遍去刷刷牙，喝喝水啊。所以最好还是吃到以前赶快去。好了，不要21遍了，练到21就是结印了啊，结印，结印完之后散印。
好了，不要看今天嘛，好，那个要那是什么呢？好 ，Om 啊 ，Om 就有善印。善印的时候，善印的时候念 Om 啊 ，Om 啊 ，Om。对，你善印的时候念 Om 啊 ，Om。对 ，Om 啊 ，Om，Om 啊 ，Om 代表我们的身口意啊 ，Om 啊 ，Om 就代表我们的身口意。以活菩萨的金刚三密，叫三密，我们反正叫金，叫做三业的，我们叫三业。那佛叫做金刚三密，以这个佛的身口意的清净的话，我们学佛这个身口意的清净，三密来转我们的三业，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以这个身口意啊清净来供养这个大轮金刚菩萨，供养我们的啊我们十方一切佛。所以我们要念啊念嗡嘛吽完之后，那嗡呢啊在头顶上，这样，比如说。啊、完了之后你要上一码，你就要念 Om、哦、然后嘴巴这边是代表身嘛、啊、嘴巴是口嘛 Om 啊，胸前叫 Om 啊 Om 啊，你有念的不好你多念几次啦，念三遍嘛、啊、你就念三遍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念完之后你合掌，哇，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 圆满了，以后你可以修任何密法，好了，可以以后修任何密法就不用啊再灌顶加持，也不用再找什么金刚上师，不必要啦啊、哦！因为要找到合格的金刚上师，刚才师父讲那个条件，你看都严格啊。你光有吃肉吃葱蒜，你就没有资格了啊，对不对？嗯，而且还是罪过啊啊，哄就超度了，不要相信那个啦，知道吗？在哄那个哄内心那个爱贪吃鬼吧，哄就超度啦。哪有那么简单哦，那你的很简单的呀，没有啦。所以我们自己灌顶，你不管你以前有没有给金刚上师灌顶啊，不管他啦齁，有的话是你的因缘啦，但是你自己要依照佛讲的自己的灌顶一次，念二十一遍，很短嘛。好啦，现在是赶快把这个千句大悲咒念出来，现在是这边念啦，这边念出这个如来转顶神咒啦，这边念出来。好，那我们现在以最恭敬虔诚的心来聆听啊，已经啊失传将近一千年的千句大悲咒，这也是一种加持，灌顶加持啊，可以消除我们无论恶业重罪，又能够种下这个菩提之因，种下大乘的种子，成佛的种子，何等的殊胜啊！所以各位今天来啊，都是不会白来的啦啊！各位只要仔细听就好了，因为这全部都是幻音啦啊，听幻音啊，只要听到这个音声。其实种下这个种子了，只是这样子啊啊！仔细听，你们有要合掌的就合掌啊，没有合掌的很恭敬来听这个消失一千年的千句大悲咒。哎，从昨天晚上开始哈、啊，不知道怎么搞得喉咙有点痒痒的，早上又不会痒，现在又开始有一点痒。那等一下在持咒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啊。但万一如果痒痒咳嗽，你们就不要管它，你们继续就注定。啊，然后师父慢慢去把它练完啊，因为有时候这很难讲的，很难讲的啊，业障深重嘛，叫业障鬼子啦，业障鬼子知道吗？不是金忏鬼子，是业障鬼子。好，师父先念战记，练完之后就开始念咒啊。起手观音大悲主，愿力宏声向好声，千臂庄严普护持，千眼光明遍观照。真实语中宣密于无为，心内起悲心，树立满足诸希求，永死灭除诸罪业。龙天众生同持护，百千三昧顿熏修，受持身世光明床，受持心事神通障，洗涤尘劳愿济海，超证菩提方便门，我今称颂四归一，所愿重新习圆满。大悲众生遍法界，千句真言今重现，龙天护法心欢喜，观音救苦常护念。无尽藏法遍法界，菩提道场绝三千，如来正法捐丹护，普贤家风立群生。九界不空不成佛，地藏成道方正觉，十度万恨是圆满，累劫常报是重恩。菩萨行道不畏急，菩提道上现踪影，火海刀山度众去，不畏艰辛愿长明，慈悲喜舍心安乐，苦海长梦何时行，博施利众三轮空，同登彼岸佛接引。好，接下来是开始念这个三称我们本就释迦牟尼的圣号，然后这大轮金刚咒，再说念梵音的，接下来才是念句念出千句大悲咒。
念着大悲咒是观音法门，祈求观世音菩萨，说你们有什么愿望，在这段时间里面可以去跟观世音菩萨许愿吧。啊，祈求观世音菩萨什么事情都可以了啊。南无巴嘎巴帝释迦牟尼达达伽达耶罗帝释迦牟尼萨摩达拉摩巴嘎巴帝释迦牟尼达达伽达耶罗帝释迦牟尼萨摩达拉摩巴嘎巴帝释迦牟尼达达伽达耶罗帝释迦牟尼萨摩达雅南无哈斯达利亚提比卡朗达达伽达拉阿弥勒吉比勒吉玛吉亚卡罗巴吉利萨达萨达萨拉帝萨拉帝多拉耶多拉比塔玛勒萨玛吉亚勒多玛提释达格利亚多拉姆苏巴哈南无哈斯达利亚提比卡朗达达伽达拉阿弥勒吉比勒吉玛吉亚卡罗巴吉利萨达萨达萨拉帝萨拉帝多拉耶多拉比塔玛勒萨玛吉亚勒多拉玛提释达格利亚多拉姆苏巴哈南无哈斯达利亚提比卡朗达达伽达拉阿弥勒吉比勒吉玛吉亚卡罗巴吉利萨达萨达萨拉帝萨拉帝多拉耶多拉比塔玛勒萨玛吉亚勒多拉玛提释达格利亚多拉姆苏巴哈圣观自在菩萨莲花三摩地清净大悲大心陀罗尼南无拉达那德拉耶耶拉玛哈阿利亚巴鲁克提西巴拉布里萨多巴亚玛萨多巴亚玛嘎罗尼伽拉玛萨罗巴巴巴萨摩扎修格切那卡拉耶拉玛哈萨罗巴萨多巴希达罗卡米内拉玛哈萨罗巴比亚沙拉摩克切那卡拉耶拉玛哈萨罗巴邦达那提达那卡拉耶南无德里那那耶南无德里修拉达拉耶南无帕拉玛哈萨耶拉玛哈香克哈萨尼布达拉耶南无拉库达达拉耶拉玛哈西迪坎达耶namo bara muka ya ramasi maruba taraya damo nana ya naya damo nana ya nama na pala kada maya tadi ya tahi di di kari di m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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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a mili pada ma bade j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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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i aja taja baja kan de linu mukare mukore mimare mangare linu mare linu mare aga bake bimu ke shome shome bade hara pangdo bade k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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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ta mi kuta ma bade bibi bima bade मुगो दे बिमे कोरे सारा जाय बीरे नासानी बिनासानी शिवमे शिवमे लादाने नताना बादे सोबे सोमा मुगे 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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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काला काला गिरी गिरी दिरे दिरे दे दिरे गु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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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सारा सारा जिरे जिरे सुरु सुरु हाना हाना ता ता पचे पचे 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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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लु ना लु गा लु गा गुरु गुरु कांदरे पुरसारे पुनारे सिका सगारी माजेरे चिरिरी सारे बिसारे जेरे बाजेरी कारे किसारे स्वामी स्वामी हो तो के मोतो के जि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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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सने संदा मानसे दुरु दुरु मारी मारी नी दुरु दुरु तो तो रे कि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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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रे Simana simana bara muka sara sara simana muka sara bangdana pura mojia ka kala kala kao tini muka chere mojia ni hale hale rai 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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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ba jeba bi jeba hale midi de hei muka chere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hade bihade lihade giri giri guru jabe jabini jibara jibari ni ha hi hu hei mama mama 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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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nire pati lila pati ka ta ki tini midi midi mini mi mini tiri biri bi tiri huju haju ju sara mara mani ni kaka kiki kuku badu ga tadu ga kwede kunadi gari gari ka kari jera mara mini tara tiri biri kara ka kari ka da ka tiri juro juro na de kure ku kure biri bi biro bade ire mi mini tana tana tang dara kiri guru tara tara bata nare tara bidi hidi hidi furu bing gara bangda bangda ni stani satani bita mani ju keji tuja de d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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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i bima bare asi mazi kasi u puru puru我不如接着家里的妈妈的一点妈的都罢了。我都怕了。妈的大的大爹忙干的呼的呼呼的接呀把的妈的妈的的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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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定没事的是妈的怕个妈的来了妈的怕了个妈咕噜咕噜咕噜大的大爹忙干的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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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点妈的把的妈的哭了就的哭了。bara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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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ra zara he kara ru sanim jera jera bo bo ro jera jera ju ju bi kre da mu ka ma ra ma na ma ha ma ra pa la ke na ma ha ra hi ri hu ru ha hi hu ta re ta re ta ba re ta re ta re ma da re hi di re di re ma di re ku re ku re ku ku re na ge ra ga ba di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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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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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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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re ha re ha re ma ha re jera jera ba di ku me ku me ku ku me jera jera la ku la ku si di re di re ma di di re ju ru ku ru shu ru be ge be ga ba hi ni ka re ku ku re ju ku re da re bi re bi ra ba di jera jera di re di re ju ru ju ru he bha ga man si ri kan ta bara bara bidi bidi buru buru bhagaman bara mukha kara kara kiri kiri guru guru kara landri jira kara kara kiri kiri guru guru mbama tese asrita simma mukha dara dara mahama dara ne tiri tiri maharitaya kamini tete tete abadi uki muki pahantara muki jasi jasire tange tarange are bide sitte stere jire jarine jiro badi soma soma badi sarupa santo mahitai sine kare kare ne jere jero de di mi di ki di ma bi ka ba de ja kare ja kare ba ke mi ne mi ne ba ra ba ra bang dro ba de tu de bi sa de bro me bro ma ba re be ge be ga ba de ja kare ta kro mu ke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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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pa ta ne a ke pa kare ta la ke kan ta ni no ba ta re sa me sa mi ne zan da ma na si mi ne mi ne mi ne de pu di nga ba di kare kare kro ba di
当然，那个罗哈的帮助的格罗希的安达的庞达的卡拉的斯蒂的库的库的达米达米勒，三的三的马拉西卡的卡的卡的印的印的卡西的胡的胡鲁内，萨巴拉内卡那个拉卡卡比杰的杰的拉帕的阿巴米拉的巴拉的杰的达昆达拉马拉希的克里的巴修马的朱鲁的拉杰格罗巴的库内昆达拉埃的佩的杰的。这个家库拉库库拉巴的黑面黑面黑面，吉尔面吉尔米内咕噜咕噜库拉巴的布的布的布布的邦达邦多的咕噜黑的阿杰安杰鲁的库的库库的黑马罗拉达帕的普拉内的西耶普西耶西西拉索拉西达巴的鲁鲁的努巴的达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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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的，有了有了有了，他就帕的库帕的乌帕的咕噜帕的咕噜库拉巴的库拉巴的，就马的就罗马的就罗马的就罗就罗马的伊的比的比比的，大概的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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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大概在那呢卡的巴兰的皮的米的给的给的巴兰的马虎的马虎的巴拉斯的布布的拉拉的滴滴，印度的印度的印度的比比的印度的，大概某个布布的前面加米的滴滴滴滴的比马的拉滴的啊，过来过来加过来阿的过来阿的卡的卡卡的这巴的民族民族帕的，阿比斯罗卡邦达的。当给当给大家在卡在卡拉卡的卡皮的卡皮的马的达的不达的达的滴滴的卡在库库在库鲁，库的库纳的库纳的朱纳的朱纳纳的哈的大给巴的大给巴的大给古里干达的库是哪里干里干里卡卡罗在在在在在啊，把这好的马拉巴的啊，这阿巴巴拉的布鲁里巴拉巴比尼凯修巴布的里克芒嘎巴西尼巴西尼巴拉的巴鲁杰尼阿米达拉斯巴朗加的，我巴的是罗巴拉斯克拉哈里尼阿米达米尼朱的朱杜克。好了，看电影呀，看电影，看电影，看电视，看电视，孤独孤独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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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拉萨的克库的萨曼达邦达的布提布提布泰布提马努卡努卡的卡萨卡萨卡卡萨萨曼的萨曼的马萨曼的修穆克比穆克杰的杰的杰达的比杰达的哈的比哈的，黑的黑的米黑的帕的米帕的马帕的胡克布克布瑞克里米的里纳米纳当的当的穆克胡的布的就就的坚的的坚的的卡拉米修的坎的修的拉斯米萨达里塞，萨拉萨拉克拉马克拉马布拉布拉哈黑胡黑的黑的库鲁库鲁布拉乌梅布拉乌马库马雷克。呼噜嘞，呼嘞呼嘞，当被当把趴的，不如那不如那趴的，啥嘞？啥啦啥哩嘞？米嘞，米米嘞，米啦弄卡嘞，这啦这啦，咱们这啦咱们这啦，米嘞米嘞，咱们那库拉嘞，普拉巴斯巴嘞，咱啦咱啦，芒格里嘞，嘟噜嘟噜，普拉莫达嘞，普拉贝修普拉贝索马巴的，修贝库修贝库斯马巴的，咱啦咱啦，林巴拉巴拉林，哈啦哈啦，普拉潘杰那木克库内库库内，嘟嘟嘟，达罗玛亚加斯坦普鲁内库鲁库鲁普的，达巴的，咱们的。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嘟嘟嘟嘟哈啦哈啦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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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巴拉巴拉西布鲁西布鲁比巴里的比拉的卡纳耶吉萨拉拉耶简达的庞达尔卡拉的蒂米蒂米蒂蒂米普蒂马努卡桑普拉的哈拉哈拉邦杜马的希里希里基里的萨米萨米的桑的桑达马拉西，乌哥的木哥的米姆科的穆鲁卡西普普拉帕达马穆克西特里西苏卡尼卡尼卡里库鲁库鲁阿帕里哈的巴拉巴的印度拉苏莫拉的巴鲁罗纳的马拉西比巴修基比乔亚莫吉亚克的比乔杰恩多德里达拉德拉库贝罗，比乌达科比乌帕克乔拉的达亨达基。拉扎布多巴嘎曼德罗马斯巴米德罗摩拉扎拉嘎赞库鲁巴多马巴扎萨罗巴萨托巴兰帕里德兰帕里克拉汉帕里帕拉拉姆库鲁巴多萨米亚迪兰迪里迪里比里比里萨曼达比里达给达拉给马给杰拉杰拉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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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潘德勒卡拉鲁耶鲁耶阿鲁耶德巴雷比杜雷鲁鲁达拉拉比拉巴拉卡雷卡雷波迪比波迪亚比波迪杰拉帕迪胡杰杰拉内帕拉迪亚达雷朱巴雷朱达雷拉巴雷卡拉卡拉给里给里咕噜咕哈哈嘿嘿呼呼达达迪里迪迪迪迪Hana hana seluruh putang kumpan naya kata belaka setan beritam pisah tam putaran kata putaran apa sih mana cibana gahi kam tebal dia kam dari dia kam jatuh tak kam jadi katiuti saram dua ringa bicara jika bicu jika sudah sar logo muka logo kanona logo dua dua hata sudah pada sudah preti sudah kade sudah bati sudah kala keraham mundra kade sudah bati kuntaram na ala hana seluruh hingga si basa kasa tau taro kurum maha mantu logo panam kiti bab
Bagandara, Manariba, Kutahana, Bata Pita, Lakatan, Sidis, Madame Hanahana Bagaman, Sadipata, Taduga, Mahanahana Bagaman, Sidis, the Ridam, Uni, Biata, Laka, the Mama, Saruba, Satabaram, Bagaman, Sidikanda, Saruba, Puradi, Retika, Pipe, had Puradi, Retik, Mindra, Pipe, had let's appear to Ropa, Gripai, Utaka, Pia, Shamasan, Bagaman, Saruba, Samsara, Pam, Puratita, Pam, Bagaman, Buru, Simaram, Bagaman, Karunika, Sidikanda, Baramunkana, Simarupa, Bishop, Barbayata, by Nia, Jena. Jiana Torosa Ayuta Hata Porachina Jeruma Shisham Tata Krishina Jarub Krita Yajuno Pabita Biagura Jeruma Bastana Krishina Jina Babaxana Sidida Mamana Palakurama Kresia Kresia Sarasara Jini Jini Suru Suru Apaka Jadu Saruba Aita Zino Saruba Satabaram Buddha Sadiena Tatura Malaya Sadiena Sakura Sadiena Brahuma Sadiena Bisura Sadiena Nayana Sadiena Rudra Sadiena Nisatadena Deba Sadiena Naga Sadiena Iruki Sadia Badina Sidama Loba Brahuma Loba Isan Sadia Badidam Sadiena Panaya, Bagaman Mankai, the Savaita Senatus Baparam to Rimitam, to the Purakasi to the Titam, to the Parabitam, to Sportium, to the Ritam, to the Lamitam, the Salma Panaya Simatam, Bagaman Tam, Luca, Bidukitam, Tarakaram, Dimi, Bagaman, Dudu, Boram, Bidi, Lakasim, Dejo, Bapura, Sidis, Hara Hara, Hiru, Karakara, Giri, Giri, Guru, K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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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ma, Kura, Hara Hara, Purapam, Tabinotanak, Tumatanga, Megara, Giri, Giri. Guru Guru Pimi Bima Pari, J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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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sa Jira Garunga Paramahatu Tina Pari Subaha Purahumaya Subaha Mizna Maya Subaha Rutra Subaha Pratapatai Subaha Gna Subaha Maruna Sub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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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riya Subaha Kubera Subaha Taritila Tira Subaha Biru Taka Subaha Biru Paka Subaha Taka Chaka Subaha Sabai Pia Subaha Katika Katika Shiutaya Subaha Bidya Tare Pia Subaha Bidya Tare Pia Subaha Sip Sakra Subaha Ekase Pia Subaha Lakase Pia Subaha Purate Pia Subaha Pisate Pia Subaha Putana Pia Swakata Putana Pia Subha, Buddha Pia Subakum Bangde Pia Subaha Abasi Mara Pia Subaha, Ustaraka Pia Subha, Shri Pia Subha, Marute Pia Subha, but the Pana Pia Subha, Manizia Subakandari Subha, Sita Subha Bim Kari Subha, Sandi Subhoma Subha, Sri Yespa Sankini Subha, Vindra Subaya Maya Subha, Akata Batai Subha, Kanava Batai Subha, Langa Batai Subha, Borosa Batai Subha. Sabara Pia Subha, Panzera Pia Subha, Mozinte Pia Subha, Tekasinati Pia Subha, Uta Lakuru Pia Subha, Probabetia Pia Subha, Kudani Pia Subha, Parajimanis Pia Subha, Hune Pia Subha, Kata Pia Subha, Tarate Pia Subha, Tarate Pia Subha, Sarube Pia Subha, Babe Pia Subha, Tekrabate Pia Subha, Matia Krabate Pia Subha, Sumirua Subha, Mamanta Subha, Marandi Pia Subha, Samutre Pia Subha, Zeti Pia Subha. Manasmate Pia Subha, Gre Pia Subha, Sibasana Pia Subha, Purahumana Pia Subha, Pia Subha, Om Subha, Pu Subha, Puba Subha, Gripu Bai Subha, Tigo Subha, Prate Pia Subha, Nige Pia Subha, Pakas Pia Subha, Manita Pia Subha, Stare Pia Subha, KPS Watara KPS Subha, Siba Pia Subha, Tamze Pia Subha, Kate Pia Subha, Masaka Pia Subha, Makas Pia Subha, Kohu Pia Subha, Asu Pia Subha, Saura Pia Subha, Tare Pia Subha, Tute Pia Subha, Nis Kripe Pia Subha, Saruba Sata Pia Subha, Namo, Pagabare Roka, Birukita, Tarakante, Namaha, Sarua Paya Prasamana Karaya, Lama Karolinka, Lamaha, Trina, Tri Mukaya, Lamaha, Trina, Naya, Lamo, Bara Mukaya, Lamona, Nana Simaru Paya, Lamoni Naya, Nina Kandaya, Lamata Turpute, Namo, Misura Brupaya, Namo, Kutaraya, Lamo, Paramahataya, Lamaha, Sangasaputani Putaraya. Namaha Chakra Taraya Namom Biakura Jeromani Masanaya Namaha Krishna Chinna Baba Sakana Siddhaya Namaha Krishna Sropa Krita Yajurum Pabitaya Namakarunikaya Namo Masatobaya Namo Aborukhde Sibura Sintu Mandara Panta Subaha Sangwadita Pusa Kwantayu Ma Uwa Tabe Shinta Toroni Namo Lata Nataraya Namaha Arya Baruke Sibara Puri Satobaya Masatobaya Magarunikaya Sarupa Paya Shuta Tanana Karaya Tansi Aramas Kritaba Mang Arya Baruke Sibara Taba Nilangkanta Nama Hurita Babarita Isiyami Sarwata Satalam Shibanga Chiyam Sarupa Putaram Pama Manuka Bishutakam Tadiyata Om Maruki Roka Tikrande Hiyare Ma Puri Satobaya Shima Sahritam Guru Guru Karaman Turu Tu Biyandi Ma Biyandi 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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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ia putia p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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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di nakana kama za torosa labura ura ta mala subasi ta suba masi ta suba si dawegi si bara suba haya ila kanta ya suba bara muka si ma muka ya suba pada maha ta ya suba tia kru ta ya suba sanga sabata ribut ta raya suba mala kuta ta raya suba ha ma pas kanta te se ase das krisina cina ya suba biaku ra cero bari manas sana suba ha na mula ta na ta raya da maha aria baru kete si bara suba ha ung so di zavu tera ung so di zavu tera ung so di zavu tera
愿着诵读之功德，回向今天愉悦大众，回向消除一切吉祥如意，所登记一切所有消灾超度者、往生者、往生十方三十方净土两世者、消灾者也是人过，并回向消除一切吉祥如意，便知功德回向法，这一切痛苦众生离苦得到早证菩提。